裴之，我明白你对我的感情，但你没有办法替代我的裴之。我爱的那个裴之，他一直在和精神疾病抗争，但他从没有说过放弃。你知道在知识世界的时候他有多想取代你吗？但他还是选择和我回来了。但如果你一定要留下来的话，我就只能陪老林走到最后，然后再花我一生的时间去知识世界上他。你还记得我们比赛猜题题他就是那小孩的照片吗？是我，他已经走了，他让我告诉你他爱你，这有可能是之后老林的唯一希望。你不后悔吗？也许我们可以一起证明 P 等于 NP。 真的能做到吗？一以贯之的努力，不得懈怠的人生，终点就在那儿了，我们走过去就是了。